好，我是 Cora。刚刚我在看美咖的影片，每次在看美咖的影片介绍素颜霜或者是眼影的时候，都觉得非常厉害。这次我就想说，买回来自己试用看看到底多厉害，再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很香哎，它是有点玫瑰的味道。上方一点点，我个人是觉得有提亮一点点啦。然后有保湿的感觉，不会有干干的。把另外一边上上去哦。用这个网络上很厉害，影片上很厉害的八秒眼影，然后它上面的话就是打底膏跟眼影的部分，我选的是打底中的颜色，应该是蛮实用的。玻璃水泡霜，它是主打保养性质的素颜霜，里面的话有含13%的精华保湿美容液。刚上上去的感觉的话是有光泽度的，然后有保湿的感觉。我自己是把它当做妆前的打底，之后会再上粉底液。它不会跟粉底打架，它反而会让你的妆感比较服帖，然后会有点纤维的光泽度。另外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那个八秒眼影。就是跟影片上一样，就是它的渐层感觉我觉得还蛮明显的，然后它的颜色显色跟饱和度都很好，但我
自己的话，就是刚上完之后，我还是会拿刷具再把眼影晕开来一点，这样子会比较自然，界限比较不会那么明显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分享、按订阅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